小姐。天哪，苏夫人太可怕了！婆婆做的没错，小姐，你以后可怎么活啊？自然是得过且过呗。冬芝，你给我乖乖站着行不行？让你家小姐好好休息一下。再闹，明儿给你嫁了。把你夫君去，冬芝，你最近胆越来越大了。夫君今儿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啊，今日出了点状况，刘管家忽然摔了一跤，没法跟我一起去洽谈生意了。但是这个事情又特别重要，父亲让我回府找一个仆人陪我去洽谈生意。夫君，那刘管家现在怎么样了？情况不佳呀。哎，娘子，要不你陪我前去岁安楼洽谈生意。